家好，我是团长 Joey， 多谢你又嚟探我啦。Merry Christmas！ 今天是 Vlogmas 的第五日。咁如果有看上一条片的话咧，都知道我上了星梦游轮啦。上一条片咧就主要跟大家讲一啲呢一个地方有啲乜嘢好食啦。咁呢一条片咧就纯粹是一个记录一下呢几日嘅一啲开心回忆。咁其实我本身咧都有谂过拍唔拍呢一条片，因为我觉得呢一啲开心咧，可能真系要亲身咁去感受先系会够开心嘅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哎呀，这件事真的太开心了，所以我也想记录一些花絮给大家看看。现在先给你看看我这几天会住的房，看我背景你就知道我眼前的露台是多么漂亮，让你看看高。好，来个 room tour， 哼，看完就是这样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这样了。而家出去揾嘢食，哇！呢度幾正，我覺得後面呢度超正咯，睇下我，哇！簡直係高級嘅享受咧，啊！哎呀，坐啲先，唔好意思啊，著緊裙仔啊，真係唔係講笑，1500啫喎，1500。不過好像是因為我的朋友在不知道哪裡買是有些特價的，所以你們不要問我在哪裡買，我是不知道的完全。哇，這真的抵過你們住什麼 K11 啦，是吧？哦，是不過其實原價是多少呢？真的不知道。原價你看你的行情去哪裡嘛。哦，那我們這個去哪裡？這個神州對開海。跟大家介紹一下，這個是我的新屋星梦游轮，欢迎各位。你行得有啲慢，搞到我唔知讲啲咩好。如果你想瞓喺度，你可以随便拣一张床，好似拣呢一张咁。喂，俾啲反应啊！哇，好有 feel 啊！头先咧，我哋就食完一个超好味嘅铁板烧餐啦。咁而家咧就俾少少你睇啦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详细咧你就可以去翻我呢一条片度睇。攞咩啊？饮咩 ？Hot 咩咯？喂，呢个先得。Hot tea， hot iced tea。Hot iced tea， hot iced tea。Hot lemon tea。Hot lemon tea， OK OK。Can I get drinks here？ 这里。这里只有咖啡，还有英式早餐，你想要什么？有没有柠檬茶？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哦哦，摩卡有没有？热的，热的，谢谢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喺度等紧嘢饮啦，因为咧佢呢度嘅嘢饮咧系你要加咗一个钱，需要400几蚊一个人，咁你就可以丧饮。佢有另外啲600几蚊嘅 package， 就可以饮酒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话我哋要饮尽佢，系咁饮，不停饮饮。啱啱食饭咧，饮咗一罐可乐啦，跟住食饭之前咧就饮咗杯咖啡，而家咧就饮杯摩卡。哇，真的好好看啊！頭先咧喺度睇完呢個小朋友嘅亮燈儀式之後咧，我哋就過咗隔離睇啲超性感嘅舞啦，佢真係令到你好似去咗另外一個國家咁，同埋好少可好似係坐演唱會第一行咁樣，係睇到嗰啲表演者嘅表情。其實咧，我係影咗好多片嘅，但係我真係覺得呢一啲咧係你要現場嚟睇先夠好睇。不過咧，我都俾少少你再望一望啦。
So look at me, look at me. This is ball number 10. So watch me.之後先影俾大家睇，但系咧真系覺得，望住呢個咁樣嘅大浪，跟住係一望無際嘅海，遊輪我真係太遲認識你啦！琴日咧真係玩得太瘋狂啦，去咗個 salsa 嘅 party 咧，係成班人喺度學跳舞啊，即係唔係嗰啲啊 disco 又又又係真係嗰啲噔噔嗰啲咧。等阵就要去食佢哋嘅免费早餐啦！而家咧再剪多一阵片，等阵就落去食早餐啦。第二日嘅朝头早就食咗免费嘅自助早餐，咁但系上集就介绍咗，今集就唔多讲啦。停，我又嚟。食船上的第唔知几多餐啊！嚟到第二餐俾钱嘅餐厅，我哋拣咗好多人都推介嘅户外火锅。虽然呢一餐户外火锅咧唔似琴日嗰个铁板烧，有好可爱嘅厨师为你服务，但系呢一度最吸引人嘅咧就喺海边度打边炉啊！嗰个海水味夹杂住打边炉味，你又有冇试过啊？嗱，你睇下喺海边度装豉油辣椒，你未试过啦啩？睇下咁丰盛嘅材料咧，人均系唔需要300元啊！哇，坐喺个甲板度慢慢叹，你都咪话唔正啊！不过讲真，食物嘅质素咧，睇我食个样咧，真系呃唔到人噶，你就知道啲食物真系唔系好特别，所以嚟呢度咧，主要都系享受风景啦。大蝦好偉大隻，好像跟琴日那個鐵板燒一樣咁偉大啊！個蝦頭煮爆佢啲骨，又話嗰啲紙邊燒嚟嘅，睇下知啦。我都唔知我講咩講啊！我講得咩啊？我講得滯啊！喂，呢個你食埋佢啊！你快食下啦，超大眼，真的好 good 啊！呢、這、一個體驗，琴日咧嗰個鐵板燒咧就係個廚師好正啦，今日咧就係你真的喺一個一望無際的海邊隔離就食你嘅火鍋啦，哇！真係好掂。好正啊！好大嘅船，所以好大嘅浪啊！啊，我勁想打爆自己啊！我頭先咧食完呢個户外火鍋，超興奮啦，見到個甲板喺度跑啊跳啊跳啊，跟住點知跌咗個咪落海啊！真跌咗落去，哇！哇哇哇！黐線，爭少少啊！唔係，不過佢都有個兜嘅，哇！嚇死我啊，大佬啊！夠唔夠？跟住我即刻上網 search 個麥幾多錢，700多元啊！我嘅天啊！好啦，咁樣咧，見到我換咗呢一身衣著咧，咁就知道我係打算去。游水，我谂住去玩下嗰啲水上活动啊！走，头先咧唔见到啲个咪咧，超伤心。玩完之后咧，真系成个人嗨晒啊！好嚟啦，食过玩嗰个紫色嗰个系最恐怖，真系恐怖到呢一跌落去，真系水渍，你完全系唔敢去感受身边嘅事情。啊！佢喷啊喷，哇！
而家玩一次黃色啊，諗住。咁我挑戰埋黃色，我挑戰黃色。嚟啦嚟啦嚟啦！哇，可以咯。敲好敲好。拜拜。我想講呢度啲職員咧，十個入邊有八個都係非常之好，係令到你咧成個玩樂體驗咧係會超開心嘅。玩完水翻去沖個涼咧，就落去樓下睇下電影、嘆下咖啡，跟住又食我嘅免費自助餐啦。好，我帶大家咧由頭開始睇好唔好？嗱，咁首先咧就係甜品區啦，睇嘢食。咁啊，就係咁多啦，因為我見到啲嘢食咧都開始重複啦，咁我覺得都 OK 啦。對於一個自助餐嚟講，即係你唔會話去到酒店嗰啲級數，但係我覺得食物嘅種類咧係 good 嘅 ，OK 嘅。免費嚟講咧，真係算係咁啊，其實真係開心，好適合帶啲老人家嚟啊，因為種類好多，佢哋係一定開心嘅，唔需要啲好刁轉嘅嘢。好啦，咁而家咧食嘢先啊，好吃嗎？Very good. Very good 添啊！我覺得呢個麵幾好食。我都覺得係，呢個咖喱都唔錯。好假。佢就假嘅，我呢個 channel 係 sell 真食 ，OK。我覺得呢個係好嘅。我哋真實測試，絕對冇收費。我覺得佢呢個咧，呢個麻辣湯麵咧，佢辣過定今日晏晝食嗰個麻辣火鍋。OK， 呢個呢個點評幾好，我輸咗$700啊！輸咗喺自己跳舞度啊！佢就喺個火鍋店。冇錯，好食嘢，我又 book 下次啦。尚算新鮮啊！食得下人啊！睇個上面嗰撇嘢好印度風味，但係個腩咧就爭啲啦。終於完咗啦！我有啲好唔捨得啊，好開心啊！雖然咧，啱啱呢個 party 咧得我一個人，其實開頭我自己都有啲驚，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真係著到煎豆格咁樣行入去，跟住咧，但係我見到有一個公公婆婆佢哋，哇喺一個好大風嘅甲板度，互相扶持住對方咁樣行過嚟咧，跟住咧令我鼓起勇氣一齊嚟呢個 party， 好感恩我自己真係有嚟到啊！團長的旅遊日記。哇！今次遊輪的體驗真係好開心，好開心啊！我會形容為係人生其中一個好難忘的回憶。以前咧，我從來都冇諗過會上遊輪玩嘅，因為覺得外面嘅世界多姿多彩，我不如將啲錢留翻嚟坐飛機出國玩仲好啦。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唯有將自己嘅眼光咧集中翻喺香港，先發現原來只係一架船咋。都可以令到我咁開心，最開心嘅咧就係我把握機會做咗一啲我以前唔敢做嘅嘢啦，例如第一晚嘅跳舞 party， 其實我以往好驚呢一啲場面嘅，覺得呢啲都係專俾靚女跳舞嘅地方，但係咧其實我心入邊好想一齊跳一齊玩啊，咁我就同自己講，想玩就一齊玩啦，機會唔係成日有嘅，咁就鼓起勇氣出咗去啦。仲有第二日玩滑梯同埋夜晚全場一齊跳聖誕舞，呢一啲都係我以往唔敢做嘅，所以今一次可以一次過玩曬咁多嘢咧，我覺得非常之開心。
希望由呢一次开始，我都会好好咁把握呢一啲我想做但系以往唔敢做嘅事。我哋同大家嚟个开上演唱会。我都系做翻 YouTuber， 唔好再唔走我啊！